好，这样可以了。看不见了，看不见了，好好好，这。妈妈，我想吃那个苹果。哪里有？那里。你弟啊，你看你弟啊，在那里看。你不拉你弟吗？没有西瓜是吗？没有西瓜。没有西瓜。没有西瓜。哟，这里比刚才我和伯妈在那里吃的还要好吃吧？感觉，尝一个看。这个反正比刚才那里我们在那边吃的好看，好看，颜值比较高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甜吗？嗯。啊？甜。甜呢？甜吗？甜。好吃好。说大声一点，听不见。我吃的好好吃的。这个好好吃啊。嗯。你给我吃一口啊。看起来我还是真的是还臭吗？臭的不臭了，再来一首是吧？姐姐你不尝一下啊？这个啊，特别啊，也就是很啊，人比较豪情啊。广东那边的朋友都很豪情啊，他们广西的听众哇哦，你怎么知道我会唱这首歌？猜的吧？啊，猜的是吧？对，因为美女说啊，什么歌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的，好吃啊。搞得我都不信，好吃吗？还臭吗？刚才个个都捏鼻子，臭啊！好，行李箱那句话怎么说？我拿票说谁啊？我一个人的城市中，我们先回去了，太晚了，你们都没洗澡，看车后面有车，不要跑，走路回去吧。啊啊！锻炼身体，走到明天去才到。怎么可能？这是爸爸的车。这是爸爸的车啊。哦。走了呗。一眼就认得出来了。对呀。啊，吃饱喝足了没有？吃饱喝足了。我们先回去了。但是有点晚了，然后他们还要洗澡。已经喝
回去了吗？嗯，臭豆腐好吃吗？好吃。刚才送了涵涵回去，然后他们不是跟着他老爸出来的嘛？现在我又出来接他们，然后他老爸要等到11:30才下班，所以我们先回去了啊。